受过伤的孩子总是会用眼泪在心里筑起一道心墙，却没有人可以求助。别碰我！好，我不碰你，我不碰你。我们要用温暖跟爱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他们。希望你能在新的画本上画出不一样的颜色。人生要画出什么样的颜色，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。4月15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你准备萌芽了吗？